嗨嗨，嗨嗨，欢迎大家，嗨嗨，谢谢小杰的爱的烟火，嗨嗨大家，谢谢小杰的爱的烟火。谢谢婆婆的开心，嗨嗨阿卓，嗨黄丹丹，嗨海迪，嗨冰雪神，嗨阿 Kira， 嗨林果，谢谢冰雪神的爱的烟火，烟火火，嗨嗨嗨大姐，奶奶呀。谢谢阿抓的梦幻烟火，谢谢谢谢阿抓的梦幻烟火，谢谢阿抓，嗨嗨 Kimi， 谢谢抓抓的梦幻烟火，咻蹦咻蹦蹦蹦蹦蹦蹦，最近有点累到一个极限，嗨的自己，脚痛。谢谢小白兔的会员票，谢谢。我也叫痛。谢谢小白兔的会员票。哦。谢谢小白兔的会员票，嗨嗨大家。然后我刚刚要播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脸色实在是太差了。谢谢装的香槟 level one， 谢谢装，谢谢装香槟 level one。哦，现在已经变成家族会员了，恭喜装成为家族会员。我刚刚开播的时候，看到我觉得我的脸色好差哦，就整个脸的那个。就是气色感觉好没有血色，太早起我不知道哎。谢谢装的香槟 level one， 这是我觉得我一整个人就是我累到，我觉得我累到很不舒服嘛，就是，而且我刚刚其实有睡一下，但是我觉得我好痛苦哦。谢谢装的香槟 level one， 我吃饭了。然后我刚才睡一下，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哎，但我知道我很累，没有晕，但我知道我很累，就是不知道我刚刚有被我的脸色擦到有吓到，就是我刚刚就去整理我自己，然后说我怎么可以脸色这么差，太还小了。嗨嗨养得多，嗨嗨果蔬，嗨嗨鸟，对，但我希望我现在还是几不会瓦流。小姐拜拜，小姐拜拜，谢谢云南的缘分相遇，小姐要去睡觉了。嗨嗨阿柔，嗨嗨文龙。嗨嗨念然，嗨嗨东德，他眼睛也会很疲累，真的。嗨嗨鱼鱼，今天该准时睡了。哎，我其实昨天很早睡，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有一种，我一直觉得我睡不够哎。我牙中随时中断，好的好的好的，认真认真吃尾牙，认真中奖。眼睛，我眼睛写着我很累。嗨，俊成。哎，没有，我刚才已经有睡过了，我睡大概一个小时。或者说播到短片吗？应该是不会了。或者这次的累不一样，以前以往的累就是哦，我的意识想睡，但是我现在是身体很累。
欸，我也想问，就是以前以往上面都会跳一排，就是头，就是大家的头贴，现在没跳是正常的吗？阿寒明中改版了吧？上班都不一样，就我觉得我的身体好累哦，就算我刚刚有睡，我还是觉得好累。我现在好像拿掉了，哈，真的假的？为何？因为粉丝团改掉了。咦，咦，是武器爆掉，因为最近好像都改了，真的假的？我搞不懂。好，拜拜，小姐，拜拜，早点睡啊，当个乖小姐。可是哦，什么 bug 都正常，笑死！哈哈 ，Bruce， 哈哈，小演员，哎，播量就很多问题。那段时间播，大家比较多人在啊。谢谢地球的千纸鹤。哈哈，明哥晚安安。我现在好多了。谢谢养乐多的梦幻烟火，谢谢谢谢养乐多。哦，所以现在要怎样可以成为家族会员呢？谢谢养乐多的梦幻烟火，谢谢谢谢多多，谢谢多多的香槟 level one， 谢谢谢谢养乐多多。解任务哦，解任务不是奶茶，可可。谢谢勇的告白气球，丢了话就对，这么贴切。安海光太，哦，有我的脑袋醒了。那自己开打就能看到你的，对啊，期待吗？送礼物就进去了，哦，是哦。谢谢鲁蛇的小号角，还没更新。难道富邦还习惯吗？有不习惯的地方，但逐渐在习惯。这台你满意吗？谢谢阿抓的爱你会员票，谢谢。谢谢抓住啊，还没更新，欸，我也不知道我更新了没，但我前一阵子好像更新过，上个礼拜嘛，我刚才是莫名其妙进去的，笑死。方向出体验，不要紧张，我比较紧张。现在要点歌的功能，怎样可以点歌？我要开歌单吗？小的先问问你下礼拜一会播吗？应该不会哦。欸，会吗？不会，不会，下礼拜一应该不会。点歌功能是啥？不知道，我也没用过。大家，我跟你们一样菜。跟新功能的那个新系统的浪一样，你们是菜鸟，我也是菜鸟。改版后变得好滑，怎样很滑？还可以好心给赞助吗？可以呀、啊。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小杰生日快乐，恭喜你又长大一岁了，嗯，今年也要乖乖的哦，嗯，然后各种加油，对，所以生日快乐，继续当糖糖，耶、yeah. ，Happy birthday！ 我现在声音可能有点难听啊，更新我不习惯，我，名字变好长，不是我刚刚讲什么？我现在记忆力只有三秒钟，不是，我也好不习惯新的浪，很多就是习惯的那些资讯都不见了。低点你吧，哎，我不是故意低点你啊，是真的，真的，我身体好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累。
嗨起来啊！嗨嗨，彗星！嗨嗨，刚刚留言区别变得比较好看到哦，那可能是我还没更新哦，突然没追踪你这天，他提示要追踪。好，国树，你是不是偷偷？你是不是偷偷的？你是不是偷偷的？嗨嗨，天，对，我们都是小菜鸟，睡觉吃白冰。我希望我有，我现在很希望我有一天的时间，可以让我睡到饱。但我想说，再撑一下就快过年了。我对我身体说，再撑一下就过年了。请问你有什么？请问你有什么怪问题？有多私人有多怪？吃奶酥吐司不是哎、欸。我都吃巧克力吐司，偷偷推着你，像这样的人吗？你是不是偷偷一直都没有追？谢谢爱我的缘分相遇，谢谢。睡很久很累，还好啦。我现在希望我可以睡很久。嗨，小赖，哈塞桑空邦哇，猪宝宝模式吗？我好像没有过年是猪宝宝，我没有过年是栗宝宝，过年是猪宝宝。谢谢阿抓的红玫瑰，谢谢小赖的幸运铅笔，好像好像幸运煎饼哦。谢谢小赖幸运铅笔，谢谢有西西老的缘分相遇，谢谢有红玫瑰。好没活力，对不起啊，对不起，让我充个电，我接下来要嗨两天。餐点的事，餐点怎么了吗？不用放，那放心啦，我不会雷到你们。他都喜欢我这样的。然后新年期间回日本这么好，他是想要回去多久？用脑过度在累，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记我，脑子快不行了，脑子表示完，我想放假。期待明后天。嗨嗨 TIO， 嗨呱呱。嗨，关山，嗨，蓝蓝狼。对啊，明后天好可怕、哦，好错啊，好错啊，得死。小菜鸟。大家过年要干嘛？我会带一件日本的欧米亚给你，真的还假的？你要带什么？没有，随便问问的啦，开玩笑的。你带一颗栗子回来给我，过年想我。富士山，哎、欸，你知道有个杯子是富士山的图案吗？超可爱的。过年只放两天假 ，Oh my god， 太累了吧？过年想我。吃饭睡觉打东东，我要睡到饱。年夜饭，好累哦！每次年夜饭都好累哦，太多了，准备很麻烦，收拾也很麻烦。上班，不回去会回去过年吗？大家是会回老家过年呢、啊？大学姐好坏、啊、哪有？我怎么敢呢？我爱东东，怎么敢呢？我打我自己，吃饭睡觉打栗子，咦，冰箱也不能关门，除了想你没其他事可以做了，这么会聊，小杰你现在就不得了，你以后要怎么办？明天见 ，T I 哦，过年在家里当沙发马铃薯，真的。最快乐的事情，大家现在是要包红包的年纪，还是可以领红包的年纪？嗨 ，Lady， 年饭好累，不是很丰盛吗？要不要帮忙煮啊？没钱包红包啦，太诚实了，对不起。二月了，没钱包红包。二月了，是对不起，发一下牢骚，看不到了，包不到了啦，
有没有接受？有没有接受过年后补包的选项？想起莉莉给的红包，我看我的浪花哥能不能发红包。没事，我想大家应该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们也不要懂，你们也不要懂。啊，我不够，我只有287，我还不能发红包。QQ。嗨嗨 ，MM。唉，没办法。懂啊，怎么这么多人都懂呢？哎、欸，大家家里是只要没有那个结婚，不是通常老一辈的人会说，你只要结婚，你才要包红包给我吗？有些人家里是这样吗？好像有两派。很笑吗？谢谢，没有啦，我现在真的没有，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有终身梦，哎，终身梦超好笑。谢谢本源的幸运铅笔，本源最喜欢逃离一切，你说都不用发是不是？好像来浪乖乖，真的假的？又开播了是吗？嗯。刚关掉，现在要开播。工作后就开始爆了，我也是啊，工作后就开始爆。但你想我几岁开始工作？我妈说养活自己就好，没有，他们说我包红包。但你们想要我几岁开始工作？没有啦，我满20之后才开始包。哭哭，结婚、工作、成年都有。开始工作，对啊，我才赚了一点点，我才赚了一点点，甚至还不知道下文。没有，我什么都没说，我就说不知道下文，我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不知道下文。我拍长高精灵的时候就开始包了吗？记得休息，好的好的，多休息。我们是互补包，就等于没有，搞不好那个啊，搞不好那个就是长辈包比较多给你啊，这样就小赚小赚。老公好不好听？嗨，艾迪。过年工作逃避包红包，那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感觉还是要包一下。只会拿个红包袋而已，没有，他们也跟我说一直包一下。过年加班，主管会发红包哎。哎，我记得以前某年哦，某年初几的时候有表演，好像有拿到开工红包哎，超开心的。要帮他发红包了吗？对不起啊，老板口袋不够深。一直包，哎、欸，我没有一直只包500，我还是包有，就是有一点钱的，1块钱也是钱，包88块，一人复始，万象更新，我包那个，举手，你说你的吗？谢谢林果的梦幻烟火，谢谢林果果。梦幻烟火，谢谢林果果，谢谢冰霜雪的啾啾你哦，谢谢冰霜雪的啾啾你，没有你的话就供体时间的那个，哎，供体时间，体的还不够久吗？你有想过我有被体的够久吗？供体时间啊，我们再等等呢、啊。你说等到2025？没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可能隔天晚上再回来，不整天都记下来，也太好了吧？哎，我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可能个位数的年纪，比如说7岁8岁那个时候，我还会包红包给就是长辈，我会把他们包给我的
钱，然后再包回去给他们。然后他们就说啊，没有啦，你这个要存起来缴学费。然后他们就会只拿红包袋，然后或者是因为我会包零钱，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把存钱筒打开，然后包零钱给他们。过年去赚2倍交班费，好像也很不错。做贴1块钱的贺卡，好像很可爱。对，共体时间。上台的话有没有什么？你要上什么台？QD 有你的红包吗？有啊 ，QD、QQ 都有啊。我怎么这么好？我自己也做这么好，但理财姐没有。小时候不知道领钱的多少，真的。爸爸妈妈哭了，没有，他们就是把钱抽起来，然后只拿红包袋这样子，但钱还是给我。当然那些钱的哦，没有，妈咪很棒哦，妈咪都有写在存折哦，就是几年几年的过年，然后存了多少钱进去，然后缴了多少钱，然后干嘛干嘛干嘛，他们每一项都写的超详细，所以长大后我们的那个存折上面每一条支出收入都有。他们会，我们有红包吗？你要包给我吗？我们互相一下，我们包来包去这样。想说打扮一下，看你耶。可是感觉音乐系有就是要什么卷头发之类的吧？你会卷头发吗？不会卷的话，可能就是贴头边、公主头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是要看衣服要配什么耶。他都说那时候未来曲奇本就还给我，太好了吧？也是小朋友起跳嘛，我也忘记了，我也忘记了，我忘记我去年包多少，是不是应该要写起来啊？所以就想，哦，有红包哎，怎么那么好？谢谢林果果的红包，哦，睡了，我有抢到。哇，那陈陈那天没看到18岁以前的红啊，没有，你要想就是，比如爸爸妈妈养我们很辛苦的，就是红包是他们就是拿去缴学费了，对。谢谢冰秋玄的冰晶玫瑰，谢谢冰秋玄。年度歌曲要洗呢。真的，我觉得就是各种都很洗脑哎，就是听过一次之后就会一直都是那个旋律。多谢红包，歌名报错，你可以澄清啊。来，我还可以啊，谢谢婆婆的啾啾你哦，谢谢婆婆啾啾你。我跟你们说，我当初拿到的歌词上面就写 54， 我还可以给你看档案哦，因为我有把它截图起来，然后做我自己的笔记。他真的写 54， 现在偏皮太对，因为我身体很累，但是我刚睡了，我意识有清楚，但身体没有起来。然后所以他说这个，哎，没有，是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们后来有改，就是可能后来有再确认一次这个歌名，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看歌词，我录音的时候，它上面歌名就写 54。感谢跟说一样，对不对？哈哈，不了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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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就是可能最后有证明它叫 548， 对。然后我们可能念很快就 54，54，54。谢谢不了不了的香槟 level 六，谢谢不了不了。谢谢布鲁比尔，哦，恭喜布鲁比尔成为家族成员，谢谢。来，各位，我没有谎报哦，他真的叫 54， 真的叫 54， 歌名会变动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因为你没有到最后出的那一版，你都有机会改他的歌名，对。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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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大家反正就是 five 就是 five four 啊，反正大家念还 five four five four five four， 就是念 five four 一。没有，他就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他说有个的 five four， 有个的 five four， 他叫我们就是那个 five four eight 的那个要念的很。就是连在一起嘛，对，所以我们就是去一个中间这样，大家都没有错，对，大家都没有错。利诱营，含糊，对，他就是要一个，对。谢谢 Mark 的缘分相遇，所以大家都没有错，对。所以我一开始看的版本啊，可能他们后来有证明说这首歌叫 Five for Eight， 对，所以我的错，对，我跟大家讲说他叫 Five for。没有煎饼是蛮怪的，对啊。那 five four 是 f o u r 吧？是四。谢谢宝爱的我的观众，谢谢，嗨小龟，谢谢宝爱的我的观众，谢谢宝爱的我的观众，我的观众，我的观众，谢谢。哦，谢谢小安的激素浪漫旅，谢谢小安，嗨小安。晚安安小安，谢谢 Blue Blue 的缘分相许，谢谢小安的彩虹棉花糖，嗨嗨，小安你上次来我有看到你耶，谢谢庄的香槟 Level One， 谢谢庄，谢谢欧比王的缘分相恋，谢谢庄的香槟 Level One， 头像回来了，哦真的假的？谢谢勇的列车会员票，哎，真的回来了，所以表示他原本有，只是刚当掉。谢谢勇的列车会员票，我也有看到你，还给我比爱心，怎么那么可爱？嗨，子婷，谢谢谢谢刚刚的甜心战士，谢谢芋头的吻手礼，谢谢嘉宏的香槟 Level One。谢谢谢谢勇的列车会员票，谢谢勇的列车会员票，谢谢嘉宏的告白气球，谢谢光泰的会员票，谢谢 Tomato 的爱你会员票，谢谢四号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四号的带你去流浪。谢谢 Tomato 的会员票，谢谢光泰的会员票。大家过年会就是，乐透是用什么签吗？还是什么？或者是会玩刮刮乐吗？谢谢光泰的会员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谢谢投注哦，就是会参与这个吗？会从来都没动过。谢谢钟颖的带你去流浪，谢谢钟颖，谢谢阿伟的刮刮乐，谢谢 Eddie 的加油呀，谢谢勇的钟情玫瑰，下张一定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谢谢阿伟的刮刮乐会员票。谢谢，我今天有玩刮刮乐，因为想说快过年了。哦，谢谢林果果的香槟，谢谢林阿果，谢谢林果果的香槟 level 4，香槟经验加4，不是 level 4。我今天买了200，然后我就中200。谢谢冰超玄的星星的情书，谢谢冰超玄，耶。然后买200，然后就中200，然后再用那个200拿去换，然后中300。我没有赔，我有赢100块。大家会挑数字吗？因为我会挑。谢谢 CKU 的吻手礼。但现在不是有那个吗？不知道是刮刮乐吗？刮中可以有冰室，是吗？每年都有，是刮刮乐吗？还是大乐透？又赢我技术，
我没有中500，我就是我是200中200，然后再用那个200去换三那个换一张200，然后那张200刮中300，每次玩200就只中200，无限循环，只想抽刮的乐趣，那也蛮开心的啊。但就是输了的话会觉得很刮刮乐，对啊，好希望我可以刮中冰室哦，展望很实际。谢谢 Eddie 的小号角，谢谢 Eddie 刮中冰室，谢咯，买越多赔越多。谢谢嘉宏的带你去流浪，谢谢。然后结果那个员工还说，还是我们要来拍一集那个刮刮乐一整本，我说不要，绝对会赔钱。谢谢光太的带你去流浪，先拿到驾照，谢谢。谢谢嘉宏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光太的带你去流浪。不要，我就说这绝对赔钱的。谢谢钟颖的金元宝。成本太高。谢谢林果的冲浪成功，谢谢林果果。谢谢林果果的冲浪成功，谢谢。谢谢林果果的冲浪失败，你怎么这么多冲浪成功和冲浪失败啊？搞不好不好说，搞不好中了就直接退休，没有中了还没有到可以退休吧？有什么可以直接退休？乐透才可以吧？可是也都没有可以到直接退休啊，可以晋升到直接买房。PK 单张哦，成本比较低哦，好像也是啦。中了就可以开个人空，真的哦，现在2亿哦。中一也就可以了，太地狱了吧，哥哥太地狱了吧，乐透可以吧？就是看你想要怎么过啊，你可以假设如果你中2亿的话，你可以就是省吃俭用一点就可以这样过啊。可是你如果想要过得就是充实一点的话，可以拿它来去投资，应该会更。太地狱了，嗨嗨 Leon， 梦幻城堡，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是做梦的，没关系，谢谢你们送我梦幻城堡，谢谢，非常感谢。有个人不是说靠利息生活，真的假的？是有一个影片，你没有看到？没有，是什么小小短片吗？买乐透也是一种投资哦，我记得啊，有人说过，很多人就说你买乐透就当它是一种投资，就是总有一天你赚了你就回本了。买一栋芭比的给你住，买一栋芭比的豪宅，中了先退休，先考上公务员。不会啦，这种机会永远不属于我，我还是一步一脚印。嗨嗨小说，谢谢你的红玫瑰，谢谢小说的红玫瑰，好久不见你啊。他其实是要想住饭店，住饭店也太快乐了吧。给小枕头住不亏，不行，小枕头要跟我一起睡，他不可以住在芭比的豪宅里面。大家都买多少，就是多少钱的刮刮乐啊？我都只买200块，因为本人没有太大的心脏买更贵的。这种老板要分红给我，你说中什么？没有，我如果哪一天中了，我就会办空了，回馈给你们。先转职公务员。中奖率是多高？中2亿？没有，跟你说中2亿我就可是等下我想说中2亿我就办小巨蛋的个人演唱会，然后就底下没人，笑死！他要独立要长大，放他一个人去闯荡不可以，他是我的小宝贝，我的小枕头。买签的几张而已，我都买200块，我没有那个
蛋，就是有办法2000块，然后没中。姐姐，你的脚放在我的食物上。哦，对不起。没有，是裤子而已。花钱请人坐下面，有没有这么难过？我们不是，不是啊，就是坐不满啊。我们免费送票啊，一定坐满。是吗？你免费坐票不一定坐得满哦。你还要请各种。可以当观众，没有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坐不满。历年来应该就赔了好几万。走路空勤一下，一个便当就可以。一个人吃跑车。对啊，不一定，瘦了不一定满。对啊，大家觉得，大家把这就是这个中奖，就是好像很多东西可以用，但是以这样子的挥霍方式，感觉就是可能几个月就没了。谢谢嘉宏的芋头色，有谁的口红会用芋头色？员工私心想邀请谁来当嘉宾，这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一个月办一次，进场领钱，下去领500。这礼物好奇怪，对啊，谁会擦芋头色的口红？中了一次，下一次还会中？没有，只中了一次，下次就不会中。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哎呀，个人的印象不错。然后去欧洲员工旅游，没有，我会去日本员工旅游。然后我要去半年的那种。超长时间的员工旅游。哎，没有，超长时间不一定要员工旅游。我可以自己在那边住，好像也很不错。我直接在日本办空，好像也不错。我没算员工吧，有点太大团。3个月，我可以回来再去啊。自己是幸运的，干脆一年吧，我直接常住在那边。你日文比较厉害，就是相较于其他好一点点，就是日文跟韩文的话，我日文比较好。千叶之蝉，莉莉醒醒，醒醒，醒醒！我有两亿的话，我就买 Disney 的年票。好，财富自由的发言哦。虽然这好像不用财富自由也可以。我就买 Disney 的年票，还会是很多的，还可以直接买100年。然后没有白白的歌声，干嘛这样？你每次都欺负白白，好大的梦想，对，10万香水。迪士尼。哎、欸，很开心，好不好？嘟嘟嘟嘟嘟，麻烦给我50年份。在鸟取自产没有？不飞。我讲了一个好像平常就可以办得到的事情，迪士尼怎么说？那可能钱还不够，你可能后面要再加个3个0这样子。憨憨憨憨，谢谢憨憨的红玫瑰，玫瑰玫瑰，乖乖乖乖乖，黑白一整区，哈，可以吗？不行吧？大家怎么觉得？然后那个越来越大了，就是啥都可以做，柯南博物馆，憨憨老郭。那些人因梦想而伟大，有梦最美，逐梦踏实。等下就看到白白，太快乐了吧？但不会压力很大吗？他只是希望年轻人回到乡下。哦，真的假的？
谢谢思豪的水晶蟹草，谢谢思豪的一颗星。你去买柯南的版权，你就可以成为他了。不用啊，我只要请那个青山刚昌帮我画一集，就是番外篇这样子，我只要一集就好了。我不用买他的结局，我一集就好了，我一集，然后就是让青山刚昌就是画我跟柯南这样。还没有气球的时候起来就看到你，那是不是气球要先放旁边一点，这样醒来才会看到我？买房子比租的还便宜，真的假的啊？嗨，官生，通常这里些人不是凶手就是被害者，那就是可能柯南要检讨一下。但住一阵子就可以用了，真的假的？芬兰是一个例子，参加是土豪不会做的事情。底下会写年龄耶，没有18岁。选择要被柯南是暗杀，可以两个人一起吗？年龄可以要求18岁，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行？都出钱了，恋爱脑没问题。放音乐，放个音乐，嘟噜嘟嘟噜，嘟噜嘟嘟噜，叫菜猫。怎么没有声音？谢谢秉荣的千纸鹤。我期待烟火满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大家如果就是中乐透的话，你们最想把这笔钱拿来干嘛？哼哼哼哼，要追踪讯息，真的还假的？它会不会是个 bug？ 买房看中多少？就是中，好，假设中2亿，你们想拿这钱干嘛？买更多乐透？看能不能再中，是不是？来的，挥霍快乐一下。你的快乐是什么？真心列车坏掉了，靠定存过活。可是定存很少哎、欸。如果是天上掉下来的钱，小李嗨嗨躺零，花钱使我快乐。好前段来见你，这么爱我。那些出乱花，再买更多卡，那一万买得起？先确定我是不是在做梦？哎，可是这种中奖真的会觉得是自己在做梦哎。快乐是见到你了，这么会讲话吗？投资房地产，退休开一间公司，请你唱我呀，好吗？好啊，你想开什么样的公司？明天见，星期天见，可以呀、啊。哈塞桑，星期天见。星期天见，哈塞桑。哈塞桑，你什么时候要回去？搬家，我要应征了。会不会假设阿抓中奖，然后开一间公司，然后里面全部都是糖糖，然后请我去唱鬼呀，然后大家就很快乐。你想想。吹这笔钱，不用赶末班高铁了哦。2亿可以买很好的吧？我要应征了。过年对啊，过年几号？并存五千内不可以，不可以。你可以就是让我就是给我更优惠的价格跟我合作这样。投资永驻。8号哦，8号回去，那就各买一件套房。记得暖暖的夜空，
啊，可能篮球场附近会比较贵哦。九除夕，哎，八号除夕还是九号除夕啊？那关时间哦，八号除夕哦，哦，九号除夕哦，哦，九号除夕，提早放一天，八号小年夜，九号除夕。天会有多么的汹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哦，要补班哦，真的假的？哇、哦，真的哎，真的要补班哎，很不合理。八号就是一样，不敢看这个，不敢去看了。十七上班日啊啊。哦哦，但对我，其实对我来说，我就是有工作的时候，就我对我来说没有平日跟假日的差别，就是今天有没有工作这样子。但是他那要做啥来着 ？Long Holy。如果老板中2亿，要聘我们去工作吗？对啊，你要想想看，2亿可以做多少事情。如果一就是就经营方式的话，他要一个非常长久的方式才能就是生生不息啊。就我对我自己最远大的目标是，我希望可以就是无线电力可以做起来，然后是真的可以是一家很厉害的公司，我要去当米虫。没有差，别人都要上班。寄生有多么的汹涌，问过下窗户，擦玻璃，擦玻璃。那如果没人知道这个，我就尴尬。当兵的时候打扫练得很厉害哦，笑死。你要去哪？谢咯。对啊，我很会吃饭睡觉，上厕所抢票，还有零钱在买龙活力。好好好，爱吃薪水小偷，不可以，在这里不可能当薪水小偷，是不是？不可能当薪水小偷，事情永远做不完。我们没有薪水可以偷，明明就有，你不要再造谣了。你每次都在造谣，所有人都以为真的没有，你这个造谣仔。对，甚至没有休假，我是冠老板。大家如果想来应征无线电力的话，要请习惯冠老板。没有薪水就不算薪水小偷了。对，员工福利是有白饭吃到饱，有老板煮的白饭被你吃完了。嗯，白饭被你吃完了。哦，对啊。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欠人家、啊。不快逃啊！没有，我就说没有，我是请志工。这是什么？棉雪、啊、哦，真的是棉雪。清志工，对，我们清志工。你有点菜板饭会生吗？太多的话还是会生。上班是员工，下班变志工。梦是什么？就是说什么都会，大家还有没有还没有来龙吼力的？大家还有机会哦，还有机会哦！
谢谢阿 Kira 的带你去流浪，谢谢阿 Kira 的带你去流浪。打完卡还无偿上班算什么工？打完卡，我想想一个好笑，但我想不到，下次一定。今天差不多可以早下班了吧？对啊，差不多了，大家差不多开始打内容了。买了火力九宫也没买到，没，为什么没抢到？感觉到现在都没有回来，那很好啊，魂就留在这里吧，每次都来看我，还没去试试，根本还没到。谢谢拉拉狼的缘分相遇。那火力没买到，没有，这现在还可以买哦，不要砍头啊，卖砍头啊。谢谢刚刚的好多爱的烟火，谢谢刚刚。嗨嗨，明明，想不到会卖完。哦哦，2月24卖完了，真的假的？散不出我的命运，一辈子再换你，再换你。大家可以打内容的，我们差不多要下播了，我要去练舞了。啊！对，我要赶快去练。长发加这脸颊完美，圆圆的脸颊，超忙。记得买公园，忘记买龙火力，不会、啊，龙火力不会忘记，到现在还可以买哦。好，期待明天的包厢，敬请期待。我好紧张，我很紧张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照顾我。谢谢泡泡的爱你会员票，谢谢泡泡。你也在包厢？对啊，我也在包厢。我的命运不要命，不要清醒。好期待。没事没事，大家如果没有在包厢的话，欢迎来龙口里找我。我的命运，有朋友刚刚买，好，龙口里人家说要在前一天入伍，天哪，会哭出来吧？真的假的？是谁？我帮他 QQ。没人去啊？不会啦，礼拜天再来啊，礼拜天我就会在了。对啊，有玩游戏，感谢抖内600，抖内什么600，然后去看阅文成果好了，会加油的。我的世界算不出我的命运。龙火力还有位置吗？有啊，龙火力还有位置，欢迎大家共襄盛举，跟我一起来过元宵。不是，它不是抱枕，它是娃娃啦。它是，它叫莫普，是三丽鸥的，三丽鸥的，哎，是三丽鸥吗？对啊，三丽鸥的一个角色。哎，今天是数码尾日，哦，真的哎，今天是2月2号哎，真的吧？不要，不可以，我的头发太乱了。真太真的很，对啊，他是三丽鸥的。真太真的很，数码尾日。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大家太北冷地方。僕の好きな最高の前提に合う透けて禁止するなんて二つに結んだろう。谢谢土司机的告白气球。谢谢土司机，哎，我还记得怎么跳哎。刻骨铭心。
体育館の西側の階段は階段は下級生とすれ違う唯一の場偶然昼休みに何度通うだったのをさりげなく君の姿探してたんだ息覚えのある声思わずすりむいたら偉いこと思え向こうから君が来た僕の好きな最強のツインテール似合う好きで禁止するなんで二つに結んだろう男たちは首だけ今日の君は最強のツインテールもっともっと好きになる今世界で一番可愛い人耶、yeah! 好久没有跳、哦、那么合理太不凡谢谢阿抓的 baby 好怀念哦好喜欢偶像的舞谢谢本王妹子一颗星谢谢土日姐，掌声鼓励一下！樱桃喵，掌声鼓励一下！克拉，掌声鼓励！谢谢雾霾，掌声鼓励！帅哥的帅哥，帅哥，还是这样，你敢懂？谢谢帅的吻手礼，谢谢雾霾，掌声鼓励！是不是太晚认识你？认识我都不嫌晚。你如果再晚的话，就是你再犹豫的话，就是晚了。哦，被你彩姐典藏掉了，为什么？为什么给我典藏？谢谢明明的香槟 level 2谢谢明明谢谢明明的香槟 level 2我想问大家就是看舞蹈 cover 的话会想看什么会想看怎样的舞蹈 cover 孤独ならばいつまでも君がついてるが似合う少女のまんまで僕の好きな最強のツインテール似合う好きで休止するなんで二つに結んだろう男たちは首だけ今日の君は最強のツインテールもっともっと好きになる今世界で一番可愛い人不要跟木三就好好久好久没有好久没有跳这首了我现在是22岁耶是最适合双马尾22岁的2月2号或者他是谁都好谢谢哈塞桑的 you 谢谢哈塞桑再抓一次头发 Twin Tail 耶谢谢泡泡救救你哦谢谢泡泡耶好啦今天差不多播到这里了我要来念榜了大家谢谢阿抓的幸运铅笔谢谢光太的香槟谢谢 Nico 你有放激发潜能怎么说你说帅气跟性感的吗
した愛は渡らない愛しよう念榜囉，大家都打好了吗？远远的驾驭，我的表情还是很僵啦。我希望我可以早日驾驭他，还不是很习惯那个舞风。好啦，念榜囉，大家都打好了齁，晚安囉。耶。第一名是养乐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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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聊聊天，还是你会害羞？不要害羞哎，趁这时间跟我聊聊，好吗？久了你就习惯了 ，man 拍谁？谢谢第一名的养乐多，谢谢多多，谢谢第一名的多多，谢谢第一名的多多，耶！谢谢第一名的养乐多，谢谢。第二名是阿抓，谢谢阿抓。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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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抓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耶耶，谢谢第二名的阿抓，谢谢抓坑坑，谢谢第二名的阿抓耶，谢谢阿抓，耶耶耶耶耶耶耶，谢谢，谢谢阿抓，第三名是林果，谢谢林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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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啊？它是什么？妖怪，妖怪，妖怪，妖怪！我叫妖怪，快出来！妖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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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怪出来不出来？讲吗？谢谢林果，谢谢第三名的林果，可以为我解答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吗？谢谢，谢谢第三名的林果果，谢谢林果果。谢谢第三名的林果果，耶耶耶！谢谢第三名的林亚果，谢谢林果果，谢谢林果。第四名是小安，谢谢小安。先祝这个新年快乐，健康平安，红包赚饱饱。好的，谢谢小安，谢谢小安默默的都在。那继续爱老板哦，虽然我会跟你抢就是了。老板是我的，虽然我都被他称为前妻。谢谢第四名的小安，老板最爱我了，应该吧？我就是要抢，乐抢，没关系，就算抢输我也会，我也会祝他幸福。什么东西？谢谢第四名的小安，谢谢小安，请继续爱我们家老板，谢谢。谢谢第四名的小安，第五名是冰车神，谢谢冰车神，最认真练车的莉莉哦，压力山大，最努力跳舞的莉莉有，我很努力，在期待鼓励嘟嘟见，鼓鼓励嘟见面哦，他最近已经太鼓了，不可以再鼓。好的好的，我周末会加油的。
撑完就可以放假了吧？也还没，呵呵，也还没，还有好几天。呵呵，但就是一个坎嘛，一个就是一个大很大很重要事情结束了这样子。谢谢啦，谢谢冰超雪，谢谢第五名的冰超雪，谢谢阿冰，谢谢第五名的冰超雪，谢谢冰超雪，谢谢冰超雪。第六名是嘉宏，谢谢嘉宏。可以电压越来越高了，我会继续再好好的充电的。看起来很好，但其实这款是很好看的，是不是？会调会调。很差超差超，现在这边在玩。吹风冷到感冒哦，哎，我跟你们说，就是你们可就是如果有冷到的话，回去可以真的多冲一点热水耶，就是真的会好很多。而且我都会在洗头的时候狂拿热水冲我的头，然后冲很久很久很久，就是冲到根本跟泡澡的时间一样，这样就不会感冒了。睡啦，现在是薯条状态哦哦。相信现在康复健体一定要哦，嘉宏没事就多休息，不要再修图了，请不要再 no， 赶快能睡觉就请赶快睡觉，对，躺好才是最好的，对，躺好睡觉才是那个生病的躺最佳典范。谢谢第六名的嘉宏，谢谢嘉宏，谢谢第六名的嘉宏，谢谢。第七名是庄，谢谢庄，我要 NG。期待可以不拿不错奖项，可以啦，明后天随缘就随缘见啦。好的好的，可以啦。你知道抽到什么再跟我分享啊？有抽什么现金跟礼品吗？大家觉得抽什么最好啊？我现在觉得抽 Dyson 空气清净机很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身为一个过敏人，好像觉得空气清净机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特别注意这个，就是空气清净机。因为我现在就是除湿机开爆的那种，因为我的就是真的太容易各种发霉，对，所以觉得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二合一的空气清净机加除湿机，感觉就很棒。幺三，感谢镜头，有我有努力的，大家都在照顾。演唱会的制服真的好看。赞赞赞，就这样拍掉，很棒。好的好的好的，老地方老地方。哦，葵葵看相机眼镜的 OK OK。 中国是例子，第一次帮上讲最低一生计加了签名环节，可以申请到资格，希望可以。礼拜天喜酒结束后就是赶场时间了，加油加油啊！赶场归赶场，还是要路上小心哦，不要小心，不要那个，小心不要就是可以晚一点到没关系啊，自己要小心。对，如果很远的话，慢慢来慢慢来。谢谢庄，谢谢第七名的庄，谢谢庄，谢谢第七名的庄。第八名是宝瓦，谢谢宝瓦。我要说什么比较好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的时候给我建议的话，我会听进去，但是我可能还是会就是选一个我自己最适合跟最我能做到的方式去改吧。就是大家，就是我很谢谢大家常常给我很多意见，对，就是，哦，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很聪明，可以改很快的人嘛，所以我就是会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跟，我这个人就是有点固执，所以对，所以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对，但大家讲的东西我还是会努力听的，对，谢谢大家都给我这么多建议，对，然后。我在各种地方都还是会继续努力的，就是有可能现在就是不知道，我可能会让大家不是很满意嘛，我自己说，对，就是但我会好好的继续努力做到大家都觉得很棒很满意为止。谢谢第八名的宝宝，谢谢。对啊，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看了大家写的建议，就觉得好像真的是有一些我可以改的地方，但是本人的脑子比较没有那么灵巧，对。然后我能做到的时候，我都会尽量的顾到每一个人，但因为球场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美感要注意的，对。所以我自己不太想要影响到比赛，所以像是什么可能拍照啊什么之类的，我会尽量找时间，但是我还是会以不影响到球场的进行为主，因为毕竟对就是不太好。然后就是坐在侧边啊跟坐在后面，大家会尽量的顾到每一个人，但是有时候后面的人可能会因为就是位置的关系，所以我很难去就是顾到就是我很难这样子转过去，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经纪老大就是都在旁边看，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做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观感也会不太好，所以我会在我觉得可以做到的范围内，我会尽量的照顾到大家。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真的吃不太适合的话，我可能就会先拒绝。就是哦，对，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暂停的时候喊我就好了，因为我怕会影响到就是比赛的进行还是什么之类，或者是在罚球的时候，就是也可能尽量不要就是喊我，可能看镜头之类，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就是大家就是球员的大家发挥嘛，对，我自己不想要影响到他们，所以我都会尽量想说，如果大家在暂停的时候就是或者是中场那一下下的时候叫我可以，但就是我们主要不要影响到球赛的进行为主，因为我还是会有点怕，对，就是因为刚进球场比较多美感，想说多多注意一点，对，所以如果我有招待不周的地方，就是先跟大家说对不起，这样，对，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理解我的担心吗？对，然后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就是我如果。就是我没有马上给大家回应，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想的比较多，我不想要影响到任何，不管是在看台上看球的球迷，或者是在
台下就是认真打球的球员们，我觉得我都不是可以影响他们的人，对，所以我会在我时间允许的时间允许跟我能做到的范围内，我会多多照顾到大家。对啊，我如果有什么没做到的话，就是大家对不起这样。对，我会继续再努力的，然后会努力办更多活动，然后办我自己的场，大家就可以尽管的看，尽管的拍了。对，我会努力到以后我也有自己的场，大家就可以来参加，参加的很开心这样。谢谢谢谢第八名的包啊，第九名是光太，谢谢光太，一直晚安安安，谢谢光太，光太晚安。光太，你到底为什么会选这一只河豚当头贴啊？它是河豚吗？是吧？我每次看到它都觉得笑到你心里发寒，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这你自己拍的吗？还是网络上找的？谢谢第九名的光太，谢谢光太，谢谢第九名的光太。第十名是 Popo， 谢谢 Popo。 上面的技术蛮像的啊，跟上面那个上面那个图是谁啊？是那个吗？火影忍者吗？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如果再连起来的话，他就是纹的跟两金刊集一样的啦，笑死！谢谢第十名的泡泡，谢谢第十名的泡泡，谢谢泡泡，谢谢第十名的泡泡。第十一名是，谢第十一名是四号，谢谢四号。现在开始在镜子练习，没有，我没有要做，你就要做啊！而且你还要wink，还要吐舌头。睡觉女朋友是最快乐，会躲在角落看你的。我会努力，我不知道，我真的很想要有，刚刚有自己的作品，刚刚有自己的场，就是能让大家为能再次为我应援嘛。对，我很希望能赶快有这样子的时候。对，所以我会继续加油。可是大家可能还要再等我一阵子，因为就是很多东西要就是慢慢来。对，但我一直很希望可以有个场，我希望我今年可以有个自己的场。对，我会努力的。谢谢第十一名的四号，谢谢四号，谢谢第十一名的四号，谢谢四号，耶、yeah ！下次记得对我 wink 吐舌头，然后毕业哦。谢谢第十一名的四号，第十二名是钟颖，谢谢钟颖。岁的年年，有啊，我有看到你的钟颖，我有看到你举例子的牌子，什么架构锥，我有看到你，我有跟你挥挥手，你有看到吗？看完都饿了，可以啊，再去台南吃那些美食，真的好吃哎，我都想念牛肉汤了。谢谢第十二名的钟颖，谢谢钟颖，真的很好吃，超爱，这些都是我的口袋名单的。谢谢第十二名的钟颖，啊，有些踩点可以再跟我分享。谢谢第十二名的钟颖，谢谢钟颖。第十三名是阿 k i 谢谢阿 k i l，每次都在移动上机线操作，笑死！小腿肌跟跑出来了，其实挺平坦的、啊。嗯，只要先不吃晚餐就不会跑出来，但吃了晚餐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跟大家 say hello。那现在的话，先 pass 一次。OK， 礼拜天见。礼拜天见啦，欢迎大家多跟我打招呼，对，我会努力寻找大家的身影的。谢谢阿 K 啦，可爱的萨卡班甲鱼，他看起来好古溜哦，所以有萨卡班甲鱼本人吗？还是他只是被画出来的一个东西？谢谢第十三名的阿 K 啦，谢谢阿 K 啦。第十四名是勇，谢谢勇，继续深海里潜水了，你还潜啊？
你每次都这样讲，我每次都要把你打捞起来。这样越来越爱我了吗？多讲点话嘛，干嘛害羞、哦？害羞什么？谢谢第十四名的勇，谢谢勇，谢谢第十四名的勇，谢谢耶！ Yeah! 时不时要把你捞起来，真是的。谢谢第十四名的勇，第十五名是布鲁比乌，谢谢布鲁比乌，布鲁比乌，布鲁比乌，布鲁比乌。看你始终如一，希望布鲁比乌可以常常来晃晃。谢谢第十五名的布鲁比乌，请多多指教，耶、yeah!！谢谢布鲁比乌，谢谢第十五名的布鲁比乌，第十六名是明明，谢谢明明。这个猫长得太可爱了吧！咦，肉球，而且它只有两个手，那个叫什么？这个肉垫吗？是粉红色，其他都是黑色的，太可爱了吧！哦，没有啦，喊的不是你啦，喊的不是你啊，我只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啦。没有没有，喊的不是你，喊的不是你，我知道我知道。红包直接红包一千，抽过兔毛被挺开心的，哇、哦！抽完就摸直接抽浪费水，好贴切。后来的你能快乐？好了，会早点休息。元气玉什么元气玉？先说只见得到开场，好，好，再麻烦帮我拍拍好看的。那这也要怪体操。要怪你，要怪你，要怪你，要怪你。哎，我不知道我刚刚到底是到哪在哪里。哦，应该滑到了，滑到了。集元气玉哦，你说这样哇的那个元气玉吗？呀，呵呵，好可爱哦！谢谢谢谢莲果的元气玉，对的，你的呵呵。小安要把面面让给我吗？厨师机二合一哦，真的假的？嗨嗨，琪琪，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谢谢琪琪的幸运铅笔，谢谢杰利鼠的幸运铅笔。拍照佛系就好，对，我希望赶快办我自己的床，大家就可以用力应援了。还有看特宠粉，没有没有没有，对，我希望我可以多多照顾到大家。对啊，看你会这三会很开心啊。未来先进了，丝毫吐舌眨眼，如果拍到请记得跟我分享，记得要标他也要标我。是啊，干巴干巴的呢，嗨，干巴的吗？哈流桑，哈流桑，再给你们搞个 sexy， 耶，哈流桑喜欢吗？耶。给你啊，本来就不是我的。他本鱼是哦，所以真的有这只鱼哦。哎，我刚刚睡觉了，该冲热水。对啊，你要冲久一点。他还学会，冲久一点比较不会感冒啦。精彩着。嗨嗨 ，Tina。哦，然后还有想讲一下，就是，就是礼拜几啊？礼拜三哦，礼拜三的时候，就是大家不就跟我说拜拜嘛。然后到最后，就是我上车的时候，然后我突然看到有人冲来，车门口，我其实有点被吓到，就是我觉得有点可怕，对，就是我也就是想要跟大家就是好好的说拜拜，但是大家如果这样子冲过来的话，我会被吓到，对，有点太危险了，因为那边是车道，然后旁边就是马路，然后我想说，就是我当下有点错愕嘛，就是觉得因为真的很危险，
然后就是我有点被吓到，然后我想说，就是我当下就是，然后后来不是离开了嘛，然后我在车上其实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觉得，所以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有一点想说，是。是希望以后大家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说拜拜，我希望我可以跟大家好好的 say goodbye， 对啊啊，这样子就是这么危险的情况还是尽量不要，因为我怕你们受伤，因为毕竟那边人很多，旁边又是车道，我怕你们就是在奔跑的过程中就是会受伤还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自己本人是被吓得不轻了，对，还有有点害怕下班。我那时候就是整个过程之后，我其实有点想说，所以以后会这样子吗？对，我有一点就是有点担心，就是我真的有被吓到。对，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要好好的。就是顾虑一下自身的安全，对，然后因为那边是车道，然后也有很多车进出，然后也有很多就是球迷朋友，所以大家在就是说拜拜的同时，也要好好的照顾一下就是周围的情况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都会好好跟大家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对，但是如果就是会危险的情况的话，还是请大家就是小心一点，尽量不要做这样子。对，因为我自己是被吓得不轻的。对，因为我平常不是一个喜欢讲这些事情的人，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乖这样，但是因为我真的有被吓到，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好好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就是如果有车道或是马路的话，就是大家就是站在原地，我们好好说拜拜就好。对的吓到，我真的有被吓到。对，我就是拜拜。对，我到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那叫什么游存，星际游存吗？还是鱼际？对，鱼际星际的。在不读书啊，李佳丽。也是星际吧，我是星际的雨季。对，对，雨季有存，对，星际大战，星际宝贝，没有啦，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啦。因为我希望大家就是是来找我的话就不要受伤，因为受伤我负责。对，余悸犹存。对，大家我们都会有机会见面的好吗？我答应你们我会很常出现，但是大家不要这样，真的危险啊，我是怕你们受伤，因为其实那一天我在走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车进出出的，我怕你们就是这样跟着我一起走，然后而且就是如果是很多人一起的话，但其实也会影响到他们就是车道的进出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如果以后可以的话，就是你们可以站在一个区域这样子，我也会就是跟你们这样子拜拜这样。往前，在失去你的风景里面。先去动漫节哦，明天有动漫节哦。先去动漫节开心，好的好的，周日见啦。谢谢宝啊。哦，但我还有一个想说，会不会太多歌？还会不会太多歌？要说吗？早点休息。这首歌的歌名《步步》。听说就是是从球场散出来的地方吗？哪里？玻璃那里。我不知道，我没有走。你没有走过哦。就是对，也是注意事项，就是
我只有我没有走过外面，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有一区是玻璃走廊那边，我不知道是不是球，对对对，休息室门口那边。因为其实我就是，我不讲别人，讲我自己啊，就是，但就是啊，讲我自己好，对，就是会压力有点大，因为每次走回来的时候，大家都这样，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以前的，就是我们有换过休息室啊，就是之前大家会在外面的时候，然后我们可能出来拍个照或者什么之类，大家都在那边，我们就压力山大。落地窗嘛，就是一整面玻璃，走廊那边，我们的走廊那边，但我不知道外面是哪里，就是有一整面走廊那边。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压力有点大。对，但就是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我们可以在门口说拜拜这样子。对，好，对，往停车场的路上，应该是球场出来往停车场的路上嘛。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讲，就是因为那时候还在工作吧，就可能没有办法很照顾到大家嘛，就是可能会被大家觉得说可能怎么不理我啊，就是还是什么之类的。但因为有的时候场合不是那么合适嘛，跟地点不是那么合适嘛，因为其实这样子。对，只能讲我，不可以讲别人，不要帮别人讲。对，就是我自己的话会觉得有点压力。对，我不知道怎么讲，如果大家有知道理解我的情绪的话，可以帮我梳理一下。对，那个区域，对对，有一种后台的感觉，就是因为就是 Angels 的大家都会在那边，然后大家也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装扮那么齐全嘛，然后可能会有出来就是需要去其他地方的时候，可是这样子的话就会被大家看到。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小安，谢谢你翻译机。对，就是有点像后台的感觉吧。对，所以那如果大家要在停车场的门口跟我打招呼，我都是很开心的。但是因为那个玻璃外面就是大家比较隐私一点的时候嘛，就是比较不太合适啦，我觉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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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小安挖青你来当翻译，谢谢宣慧的追踪。对，迪丽丽翻译机。对，我平常不是一个，对，就是会讲这种话的人，但就是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有点些微的压力，所以想说借这个机会，就既然有了这个机会，想说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子。哎，我以为真的，其实没有。没事没事。对，那我如果有就是有时间或者是有心力的话，我当然都会跟大家打招呼。对，大家应该都有被我打到招呼的吧？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跟我说，下次可以更大力的跟我回。就像在球场上最后谢幕完跟大家拜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跟你们拜拜，但我都有很努力跟大家拜拜。对对对对对，小安你真的是翻译机。你会看自己跳舞的球赛的转播吗？可是我就在场上了，我看不到转播啊。
谢谢大家的追踪，对，可能追踪有跳掉了。嗨，熊辉，请多多指教，耶！羡慕有说拜拜，对，就是如果大家对可以，就是大家有跟我说拜拜的话，我都会很就是很热情的回应大家。但有些时候跟场合不是那么合适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我会像今天一样跟大家说一下，对，因为好像都不说也不太对。啊，可是我怕说了又会就是大家可能会会不知道会不会不开心啊，但是我想说就是我还是有需要把它说出来。对，就是因为现在比较不一样的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更多不一样的能做了，就是比较 free 一点。对，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約束，就是需要约定的地方。对，但我相信大家就是会，就是我们都是可以约定好的，然后我们都，自己给自己尴尬的结尾。对啊，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有顾虑的不止我啦，就是但我希望就是我自己的粉丝，就是我们也不要给别人带来别人造成麻烦。对，就是我自己的话没关系，但是我不想要影响到别人。对，就是借今天这个场合说出来，就是谢谢大家就是愿意听这样子啊。我如果有讲的不好的地方，就是请大家就是对，多多见谅。对，然后我有一次我要离开的时候，我跟大家拜拜拜拜啊，没有人要理我，我掰得很开心哦，然后也有人回我，然后就这样拜拜拜拜，然后我就上车了，然后好像没有人理我。我不知道哎，我有跟大家拜拜，那我不用很暗呐、啊，因为球场下来的时候下班很暗，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回我拜拜。那天好像没人注意到你出来，像你谁知道你那么快出来？听说从我旁边走过去没发现，真心换绝情。完了，大家拜拜拜拜，然后想说哦有人回，因为暗到我根本看不出来是谁，然后拜拜拜拜拜拜，我也不知道我跟谁拜了，你知道吗？看球看得很过瘾，雷龙，你说我雷吗？对，我雷，很让看得很过瘾，看得开心就好，看到影子就拜拜，没有，我从头拜到尾。对，我反应比较慢，反正不是，没有啦，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很乖。嗨杰森，我在高铁上跟你拜拜，没事，赶车的人辛苦了。听说你还要大概半个小时，大家都开始聊天，不好跟丹丹拜拜，是哦，但我觉得球场下班真的蛮暗的，所以有人真的会拍照吗？因为球场下班真的拍得到吗？对，我出去我一直跟大家挥手嗨嗨，虽然我知道不一定是跟我拜拜，但我就跟大家拜拜拜拜拜拜，对，我自己应该笑得很憨，拜拜拜拜。如果没有人你也会拜拜吗？对，没有什么，没有人也会拜拜，这有点可怕了吧。没有，但是我就是早上进球场的时候嘛，啊，我也会跟大家说早安早安早安，对，就是我还是会打个招呼啦。都自备自拍灯消暑，早安早安，对，我有跟大家打招呼，虽然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我，就是跟朋友打招呼哦。好啦，欢迎大家下次跟我说拜拜。
那你要不要换晚一点的车？后来就决定去拍了，所以换了晚一点的车是吗？结果没人认得出来。有人说：“哎，哪里来的 staff？ 哪里来的工作人员？”好啦，今天差不多播到这里啦，我要去练舞了，我还在熟悉你的声音。你说这么大只还认不出来是不是？还是什么这么大只猪？请问你想讲什么？最后换不换车辛苦了，再次感谢大家来到现场，就是我真的很开心，嗯，转换了身份还能有这么多人到现场支持，然后来就是找我这样子啊，就是因为现在换了新的环境，就是有很多需要在熟悉跟大家要有默契的地方啦，应该是这样说吧。对，所以就是我可能会有的时候会稍微严肃一点跟大家讲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大家就是都很乖，都很乖，然后就是我相信只要有跟你们讲，大家都会很乖，对，对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说过，所以也不知道。明天看见我继续拍你，好哇，谢谢杰森，哈哈，吱吱，对，然后就是希望未来就是每一次还可以见到大家，然后很谢谢大家就是请假，然后下班杀过来找我，就是真的觉得很开心，就是没有想到毕业后还可以就是获得大家的支持这样子，然后我之后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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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做的东西，然后。我也会赶快有自己的舞台，让大家能再来找我的。好，就是算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就是约定嘛。对，你的手语我还是看不懂，看到你我们也是很开心。谢谢神回，没关系，抓肯久了就懂了。我知道你看不懂，因为你都一脸问号的看着我。对，然后。就是对大家搭夜车啊，然后各种辛苦了，就是真的很谢谢大家愿意大老远跑过来，然后就是可能跟人家换班呐、啊，然后没有睡觉来找我，然后就是把珍贵的假用在我身上，真的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妍妍的爱的烟火，对，然后。我想说我可能就是偶尔要跟大家说一些谢谢，对，虽然我谢谢每天都在说了，但是偶尔要来一个正式的谢谢，像今天这样，然后对，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找我，然后希望可以赶快有自己的场，希望有一天我的台下都是坐着汤汤们，然后为我应援，去练舞赶紧的，好啦，对。对，我很常说谢谢跟对不起，谢谢杰森的香槟 level 九，谢谢杰森，谢谢杰森，谢谢杰森的香槟 level 九。那么今天播到这里啦，我要去练舞啦，大家拜拜喽！明天会来的，明天见；后天会来的，后天见。对，请谢谢对不起，请谢谢对不起，不会，我会加油，我会赶快去练舞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爱大家，明后天见啦，拜拜，有包厢的包厢见，球场见，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耶，拜啦。